各位来宾您好，欢迎您莅临2022台湾临床心理学会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非常感谢您参与本会线上会议。现在让我们请这次大会主席杨建民理事长为我们主持开幕式。好，各位伙伴们早安哈。那唐凤政委玉光主任学会的理监事，还有各位临床心理的伙伴、学生，还有与会的嘉宾们，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来参加我们台湾临床心理学会的年度盛事啊，我们的2022年的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啊，我先代表学会很诚挚的欢迎大家。啊，现在我们线上看到已经超过230位这个参与者哈。那这次的年会啊，我要首先感谢清大的这个玉光主任，还有婉晶主任，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年会筹备的主要的李坤化老师，还有清大教育心理与谘商学系师生的大力支持哈。我们事实上从去年11月底到清大拜访之后，就很积极的开始规划这次年会的空间议程。啊，那清大甚至很贴心的规划了这个儿童的营队，哈，想让我们与会者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参加会议。啊，但是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很可惜，在这个前2周开始，疫情就逐渐扩大。好，我们原来还抱持着希望说，哎，是不是要等指挥中心宣布警戒升级哈，停止大型活动，我们才来启动这个线上的备案。好，但是后来看来这个情势越来越不利哈，那我们讨论了一下，啊，万一说在我们这个会议当中有确诊，那可能全台湾很大比例的这个临床心理师都要被居家隔离哈，那对于台湾的心理健康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最后就考虑了还是用线上的会议来进行。那也很感谢就清大的团队在短时间内也启动这个应变的备案，那跟我们秘书处一起来将原来的议程改成这个远距的会议哈。那整个这个应变的过程非常不简单呐哈。那这件事我觉得也凸显了说在这个现在这个非常多变的这个时代哈，我们要这个应变的这个能力要更强哈。那一方面要妥善利用科技的重要性，好，那远距心理服务也开始是最近大家很热门的议题。好，所以在这2天的年会的安排当中哈，我们第一个主题演讲也是邀请到我们台湾的 IT 大神哈，这个唐凤政委来跟大家分享讨论这个数位临床时代对于这个临床心理专业的影响，那这个相关的我们学会也有成立了一个远距心理治疗的工作小组，那在今天的这个下午的场次里面也有这个工作小组的主题论坛，那同样的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变动的时代哈，我们也在思考这次年会的主题要放在哪里，那我们临床心理师法，心理师法也通过公布，也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从最开始比较这个临床心理师的工作场以医院为主的一个模式，已经慢慢扩展到社区。那这个新口市市长也说，这个去年到今年是一个心理健康大爆发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心理健康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在讨论主轴的时候，也就定定了，这次年会的主轴是这个跨越诊断，迈向以人为本的临床心理服务。我们想借由这个 Change Diagnostic 的这个 approach 来讨论，到底临床心理这个专业我们怎么样跳脱以诊断为主的这一个概念底下，再回到我们临床心理很根本，我们关心人为本质。那从生理、心理、社会的角度来了解这个临床心理，来这个执行临床心理的服务，所以这次年会我们也另外2场的主题演讲，也就会围绕在这个主题，
好，邀请到剑桥大学的Tim Dalglish 博士他会来跟大家报告 transdiagnostic approach 现在的一个理论的趋势。那再邀请到 UC Berkeley 的 Edison Harvey 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把 transdiagnostic 的 approach 实际运用在这个临床场域上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些演讲当中能够有新的启发，有不同的想法，能够让我们的临床心理的服务更能够扩展，更贴近需求。那除了这三场主题演讲以外，我们也安排了包括 COVID-19 疫情底下心理健康相关的感控课程，还有很多精彩的主题，还有多元的小型的研讨会。那另外，这次也是蛮让我们 surprise 我们今年必报论文的投稿有高达150篇左右。那原来要实体办的时候，我们还蛮担心是不是有足够的场地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论文那后来我们很快的应变底下，把它放到这个网络上那借由这个Facebook 的这个媒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上去跟这个发表人了解他们论文，而且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那相信这个大家在这2天的年会当中都能够有很好的收获好，那我就再次欢迎大家，也在此宣布台湾临床心理学会2022年的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始。来宾致辞，请国立清华大学教育心理与谘商学系许玉光教授致辞，请。建明理事长唐凤政委跟各位师长大家早安。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盛会。也在此受院长还有我们张婉君主任的托付在这边欢迎大家。那今天早上到学校，我本来的预期就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停车位各种问题我们都非常的事先的去做一些筹划，但是校园当中静悄悄的但是在这个线上呢却非常的热闹。我想这个就是刚刚建明老师所提到的在疫情当中的一些应变。那也很感谢学会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让清大这边能够来承办这样的盛会。我们知道在临床的领域呢，在心理学的整体的应用上面呢它是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学科跟学门。那在造福这个人群跟协助我们这个民众的这些心理的健康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值得我们长期终身来投入的一个领域在这一次的应变当中呢，我想给我们清大的这个子弟兵在光华老师的带领之下真的是各种的应变的方案都学习到了包括从借场地一直到这个大会的筹备，一直到线上的筹备还有线上的执行那稍后大家也会会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这个伴手礼是我在猜应该是客家擂茶。我昨天看到非常多的学生在那边帮忙就是非常的暖心那希望大家在当中呢，在不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能够记得我们这次盛会当中大家共同的一些学习那看张婉君主任的致欢迎词当中呢，提到很多新竹的小吃还有本来预期可能周五、周日我们可以在新竹这个小城镇，这个小地方具有人文气息的这个城区，等等的来做很多这个参访，或是互相的交流，但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在线上呢，同样的可以有一些深度的一些这些共学跟接触。那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也预祝我们这2天的大会呢能够非常顺利，感谢。感谢老师们的加冕与鼓励，最后再一次感谢莅临本次会议的每一位与会者，祝福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会议收获丰硕。第一场主题论坛即将开始，
我们非常荣幸有机会邀请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委员来为我们进行专题演讲，讲题为数位临床的时代。本场主持人为亚洲大学心理学系讲座教授及副校长柯慧珍博士。现在我们将由主持人柯老师主持接下来的会议。柯老师请。好，谢谢。唐凤唐政委哈，那杨理事长，那许玉光许主任哈，还有各位贵宾，我们各位李监事，还有我们的会员们，大家好。这个欢迎大家现在上线，参加我们第一场的专题。我们的主题刚刚已经提到哈，是数位临床的时代。我是主持人柯慧珍。那我们这一场的讲座刚刚也介绍了，而且我们唐凤唐政委也上线了哈，大家刚刚大概都可以看到他刚刚已经开麦了哈，而且开镜头了哈。我们唐凤唐政委他是行政院的政委，但是他目前也是未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国家数位发展部的筹备召集人。唐凤唐政委他相当高人气哈，我想大家对他都有一些了解。他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受教育的过程，而且有丰富的自学的经验。这个使得他对教育特别有很多的改革的理念跟他的一些参与的行动哈。那但是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自学哈，那么我们唐政委呢，他本身就是过去已经这个历练让他有非常有跨领域的一些才华哈。他是软体设计的数位科技高手，可是他又有非常丰硕的人文、哲学、法学，甚至他也接受了我们这个精神分析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如果你看过他受访谈到这段经验，你也会发现他有很高的这种心理的素养。那他曾经是最年轻的创业家，他是跨国知名的企业顾问，但是他也非常投入公共事务哈，他推动临时政府、开放政府，那也参与了课纲改革的工作，那一直到进入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那大家都已经也了解哈，他推动了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的行动方案，那么也协助数位经济、数位政府的推展。我们大家可能我们前一阵也参与到的哈，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哈，那包含大家可能也都有用到防疫期间的口罩实名制的预约平台，或者简讯实联制，这些都是唐政委的重要贡献哈。所以刚刚那个杨理事长也提到哈，那他是被日本媒体称为天才 IT 大使。那唐政委向来很重视自发互动共好的价值跟核心能力哈，所以他今天的进行方式也很特别，他不是用这样专题的演讲，他是邀请大家自发的提问，再透过 Slido 的线上互动哈，来达到我们今天大家共好的目标哈。那主办单位也事先收集了一些大家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的相关问题哈，放在 Slido。那我想今天我们会有很不一样的这个专题的经验哈。我现在就和大家我们一起热烈来欢迎我们唐凤唐政委。大家好，请问看得到听得清楚吗？可以啊。可以。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我刚才已经在聊天室里面有贴了我们这次的提问投票的连结，也看到有25个问题了，那最高票目前有28个赞。那不过在开始回答前，还是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是换成这个荧幕分享吗？我想可不可以把荧幕分享关掉，然后我用我的画面来显示可以吗？就是主办方这边先拿掉这个荧幕分享，然后我把我自己拼在主画面上，或者主办方可以帮我拼在主画面上，这样看得到吗？有看得到我，理论上我的头后面应该是冒出大家投的问题才对。看得到，但是那个画面不大哦。对，所以主持人可能要帮忙把我的荧幕设定成主荧幕，就是拼在那个画面上。现在可以了吗？或者是可以，大家都说可以。好 ，OK， 那好，那如果是这样是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了。好，那随时如果大家比较不方便打字的话，也欢迎用我们 Google Meet 的这个举手的这个功能。那就看主持人要怎么样穿插，就是举手的朋友跟线上的朋友，那可能回答几题之后，再请举手的朋友来实际的就是用即时互动的方式来提问这样子。那对，那有同仁说，如果是用像桌机界面的话，可以先点我的脸，然后再点旁边冒出一个大头钉的一个图案哦，那就可以把我的头放大，我的头本来就已经很大了，就可以放得更大。OK， 那这是我们在线上视讯的一些技巧。OK， 好，那如果大家都 OK 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然后我回答完一题，看老师是要就追问啊，也可以分享一些老师的想法，或大家就是及时发表一些想法，那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移动到下一个问题，这样可以吗？可以哦。好 ，OK， 我们就以对以您说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好，对，因为我们数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嘛，我们今天是数百位啊，不是只是数位。那在就是特别是一对一的治疗情境里面，本来应该只有两位的啊，就是每个人参与的时候，只有他看到治疗师跟治疗师看到他，但是透过线上进行的时候，他立刻就变成四位，就是我们会讨论到说治疗师在我的机器上的样子，或者是他讲的话跟他的影像不同步，或者要不要在他的脸上钉个大头钉之类。那但是这些显然都不是对这个实体的治疗师做的事情。那反过来我的状态在治疗师那边也是相同，所以确实我自己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个这就算只是即时视讯的这样子一种平台，更不要说在过程的就是储存啊等等，这个确实是重中之重，而且是关系到我会不会相信这段治疗关系，这段治疗关系能不能发展下去。我记得像这个提问是问说，哎，那像这样子的系统，远距医疗多半只有大型的院所能够比较快速进入状况，但对于小型的治疗所，似乎要花上大幅度的成本才能够接触，或者要把刚刚所说的像储存啊、监控委外给其他的所谓科技单位啊。那这个问题是问说，政府未来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国家级的远距医疗平台，就好像健保系统一样，让所有有兴趣的机构可以加入，或者透过认证授权的方式，让民间私人的机构能够知道哪些单位能够协助承接相关的业务，这也非常好的问题。我自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面，我记得有一段是我花了3-4个 session， 来试着说服我的治疗师切换到苹果的 FaceTime。那为什么？是因为 FaceTime 的视讯平台当时是点对点的加密的那个 video 的平台，然后我就在我的 session 里面花了很多时间讲 Snowden 怎么样子去揭露说我们当时正在用的另外的平台事实上是有监控的这个状态。那立刻治疗室里面就不是四个人，而是至少六个人了，就是 NSA 在我们心里的状态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对这个平台的信任与否，
那就像刚刚讲到影响到这个治疗关系，那我们在资讯科学上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点对点加密的这个功能。所以点对点加密就是说我传讯息给你，你传讯息给我，外面的人最多最多就知道我现在有上线，有在传讯息，但是它的内容呢，就算中间的我的服务提供者，好比像说中华电信或他的服务提供者法国的某家电信等等 Orange 吧，他都不可能从中间去拦截任何的资料。我们使用的软体的提供商 Apple 或硬体的提供商，刚好也是 Apple， 也没有办法去就是在中间拦截任何的资料。那当时 FaceTime 还只能够在苹果电脑上面运行嘛，那但是现在当然也可以在浏览器上面运行。我刚刚讲这些并不是要帮苹果做业配啊，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了解到点对点加密的重要性，这件事情并不是一蹴可及的，它是需要不断的去沟通。那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的角色，就是在我们资通安全上面，透过国家所认证的以及跟其他的民主阵营交叉认证的这种资安的实验室。因为喊出点对点加密很容易，这个软体的制造商很多都在喊，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个就是需要类似像是食品安全或者是疫苗的安全，要非常专业的人哦去做各种各样子我们叫渗透测试等等，才能够去真正知道说它所标示的这些安全的性质是不是真的达到这样子的性质。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也透过就是大家纳税钱去 certify 我们的民间的这些资安的实验室，等到它到了这个国际的水准，现在有几家到了国际的水准，我们就甚至是国际的这种视讯软体要进入台湾之前，并不是我们刁难它，但是因为它都说它是点对点加密了，我们就必须要去逐一去验证说它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而且也有很多，我这边就不讲名字了，知名的这个加密软体为什么到现在台湾还不准在公务上面使用，就是因为说安装这个软体，我们的资安实验室发现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是真正有资安上的疑虑。那这些疑虑目前这些国际的平台看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结果，也很愿意来进行修改。所以我想整个来讲，就是我们是要把隐私的保护，然后隐私的加强，资通安全这些部分去把它 certify 之后呢，这些提供者他如果是透过抛弃某部分著作财产权的方式，他贡献到这个公共领域里面，所谓的 open source 的话，那不管是任何界别的，你要用来做医疗，用来做谘商，用来做教育等等等等，就可以在这些有点像是内政部说这是防火建材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自己去搭建这样子的做法。那当然在目前小型的诊所，除非你刚好是学资讯工程，不然的话比较难说我就把这些自由软体拼一拼就变成自己的这样的远距医疗。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两三年之内，这个需求是会非常蓬勃发展，因为大家在接下来的我们减灾阶段就会有非常多的这样子远距的需求出现，越来越多人会有第一手的经验。那当大家有第一手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不管是新创或者是运用这些自由软体来做就是线上平台的这些朋友，他可以进场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也很老实说，这个台湾交通方便，健保非常的方便，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存在哦。那我觉得接下来两年大概我们会尽可能的致力往这个建材的部分，这个可以投入国家资源。那怎么样子去运用说哪个是国家队这种国进民退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比较不做。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谢谢刚刚唐政委哈，刚刚已经回答我想很多人都关心了哈，我们那个远距諮商的这个问题。对，那他们未来就是在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加密在加密这个方面，隐私这方面，如果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也许是 upgrade。我们也渴望未来可能在政府在这方面也可能会让大家我们更方便，更能够可以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刚刚有
一位哈，有举手哈，我们也来个现场的互动哈，哎，我们说实际的，就是这个你也开麦克风哈，那发言的互动，刚刚好像有吴玉慧是不是？吴玉慧举手要发言是吗？余辉物有没有？好，那假如没有，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那个政委，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热门的这个问题继续哈。嗯，好啊，这个随时还是可以举手啊，这个过号不用等两三个啊，过号等下一个就好。好，那我们在有29位朋友们问说，在疫情开始之后，您曾经参与的各类科技结合生活的方案，好比像说口罩地图、疫苗平台、口罩平台、预购等等，简讯实联，这些都让民众感觉相当亲切、相当便利啊，也容易入手。那您认为临床心理的领域有哪一些区块可以打造类似的见解哦，让民众更容易的接触到临床的心理的服务哦？这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口罩地图或者其他的平台，并不是我设计的了，大概都是实际的使用者自己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提供一些像即时的药局的口罩的存量等等的这种数据，来做公益。那任何对于公益有兴趣的朋友，他都可以自己去打造，未必是地图，他可能是一个对话机器人，像简讯实联，它只是一套 QR code 的规范。那像疾管家，当然率先实作，当然之后像台湾社交距离，它就结合了扫码，跟现在大家比较习惯开始用的蓝牙等等的，就是多个。方面，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公部门的工作都是抛砖引玉，是一个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做出来之后让大家看到，哎，有可能这样子做，但是我们每一个行动都不能够去好像剥夺掉新创的朋友、做社会创新的朋友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也觉得说，像临床的心理服务，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些从视讯到做一些即时的观察记录 self-reporting 等等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说就是大家也用一种比较开放式创新的方法，然后有某些还不错的一些做法，不一定 best practice better practice， 就分享出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个基础上面继续的往前开发。那我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以前在政府采购法的限制里面，那尤其是跟健保相关的，那大家比较习惯的真的不是这种开放式创新，而是说上面有个政策要达成，这个政策透过公开评选，某家厂商作为系统整合者，他去把其他的这个砖块整合在一起，然后提供像刚刚大家提到的国家队哦，这样子的一种解决方案。不过我自己看了，就是卫福部在最近两三年也有点像金管会开始拥抱这个 Open API 这个纯网银一样，他们也开始理解到说，其实我们就算是找了系统整合商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怎么做的那个 Open API 写得很清楚，然后之后只要跟这个 standard 相同的，那它就可以成为民间别的选择、更多的选择等等。所以虽然还不是程式码这个level 的公开，还不是 open source， 但是已经是跟就是官方的系统互动的那个接口，好像标准的110伏、220伏等等的插座，这个部分的公开，那也是有一定程度上了降低民间创新的这个成本。所以我并不会说，好像我突然跑到大家的领域说，哎，在临床心理上面，我们要做哪些地图啊，或者是预约平台啊，或之类，因为这些有很多民间的朋友在做。那但是我的具体的建议比较是说，我们作为第一线的朋友，我们如果看到说，哎，哪一些界面我们觉得不方便啊、不好用等等，像当时我们刚推出口罩地图的时候，很多药师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图的界面会误导人哦，它剩两片口罩都显示成有口罩，事实上那个就是他不小心key错一张单子而已等等。那立刻他这样子在回报的时候，
因为有那么多的开发者，大概100个不同的团队，总有几个会及时的去收拢钥匙的需求，及时的去改进它。那有些钥匙它本身也有像服务设计这样子的背景，它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想要看到的理想的界面画出来，而且它不是只跟一家开发商讲，它是跟整个社群讲。那在公益的这个趋势下，很快我们就看到很多地图，它不管呈现的方式、导航的方式，它甚至让钥匙按个键可以就隐身斗篷啊，它就是号码牌发完了就从地图上消失等等的方式，它变成一种 co-creation， 就是变成一种共创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下子就跳到那个 application， 而是先有你们现在正在用的这些系统，试着去建立这种共创的可能性。那大家推举一下学会里面比较熟资讯或者是服务设计的朋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就累积你们跟新创社群跟社会创新社群的关系。那这样子的话，通常都是你拿出一个足够好的 alternative 的时候，很多就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些厂商比较愿意坐下来跟你谈，因为他知道说他如果不回应你的需求的话，那很快就会有一家新创来取代他的位置哦。抱歉，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心理师啊，现在还是心口师的朋友，所以我很难对他做一个政策指导，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那个刚唐政委哈提到一个可能是这样哈，就等于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 open， 对于我们让民众可以使用的这些资源，那也许是这个类似啦哈，类似像这样地图的，那未来这个是从我们现在所有可以有服务的，那针对这个服务，我们可能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公开的一个服务的这种类似像这样的地图，这个目前大概可行性是很高啊哈。那但是刚刚唐政委您刚刚也提到一些，如果我们有一些 best， 就是我们比较一些 best practice， 也可能用一个开放式的，大家共同的怎么样可以来做一个共创啊。我可不可以就政委您对这部分您的想法可以在更多分享。我举一个我实际有参与而且当时也有督导的例子，好了，这样我比较站在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脚步上。在2015年呢，那当时 V 台湾平台处理有一家跨国的公司叫做 Uber， 大家可能听过，在台湾想要推出他们的服务。那他们一开始是跟租赁车合作，所以问题不大 ，Uber Black。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 Uber X， 也就是跟没有就是职业登记证的普通的驾驶，那一般人上下班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认识新朋友，然后顺道在他们上下班，虽然就顺道个两三百次都有可能一个月，那然后收他们钱来补贴油钱，然后主张说这样可以你知道比较好的及时反应需求，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那但是既有的计程车的法律，那因为他们的演算法凌驾了作用法嘛，比作用法有用嘛，他们就主张他们可以不遵守作用法哦。他们不是只在台湾这样子，他们在全世界在2015年都是这样子主张的。那当时台湾是极少数去透过这种 crowdsourcing， 就是众包群众外包的方法，透过 Polis 这个平台来去收集说现有的在做类似计程车服务的，也有偏乡的白牌车啊，也有一些运输的合作组织啊，也有一些各种各样子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啊，这个计程车工会啊等等，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有这种好像摆脱现有的这种一定要在路边拦车或者是既有的车队才能提供电话牌车的这样的需求，他们也很想做个地图。那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这种想法跟 Uber 的想法跟现有的计程车队透过线上的一种共创的平台 Polis 去搜集到大家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一些共识。那这个就跟普通大家在 Facebook 上面只是放话不是对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比较像是 Slido，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大家最赞成，就算立场不同，最赞成的一些基本价值是什么。所以当时就收敛到像大家现在比较知道纳税纳保纳管，
或者是说你可以尖峰时间多收费，但是不能够比基本的这个跳表价要来的便宜哦，不能这个剥削老公等等，这种比较照顾到服务提供者这边的一些基本想法。那当时玉年所在就是参加这个 VTL 会议的时候就说，好，那我们可以开放多元化的计程车，所以现在 Uber 是一家计程车行 Q-Taxi 完全是合法的，但是他们也会同时去为了服务提供者去扶植国内的这种共创的平台。举例来说，像 Donkey Move 小旅行侯胜宗老师跟很多创业家所做的一个社创团队，他们就是去媒合说在地的有好比像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在确诊者去这个检疫等等的需求，去年五月就有一波嘛，那这就是一个临时的需求。那但是服务提供者这边也有临时的需求，因为他本来观光的需求什么在去年五月突然间降低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共用的派遣平台的好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照顾到像 Uber 它的股东跟乘客的需求，我们现在这边也照顾到司机员的需求，而且还可以去说好比像说在地提供长照服务的一些居服员，那他如果也被辅导考到了这个就是营业的证照的话，那他有这个驾驶执照，他就可以在多元化计程车里面周末在观光客，那但是周间在长照的服务，他长照本来是整车的共乘，他现在也可以领多个人的补助等等，所以说他把地方政府愿意出钱的这个需求，把计程车队想要培训的这个需求，把司机员甚至有些是转行成为司机员的需求，跟实际上面弱势的乘客，因为太弱势了也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使用的习惯， Uber 根本不会开到那一边，当地的需求去做这种四方共创媒合，那这个是蛮成功的哦。特别我想在新北啊，他们开始在台中嘛，都有非常多跟现有的长照服务结合的很好的例子，那所以我比较敢说这个例子，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社创案例，而且法律也因此而修正。那但是就是新口司未来心理司会不会因为类似的这种多方媒合而修正他的法律法规，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陈时中部长，这一段我就很难讲了。那但是至少在交通运输偏乡长照医疗上，那这共创平台它是一个很确实的从crowdsourcing agenda 众包大家想要讨论什么的议程，最后到这个 crowdsourcing 的 dispatch 就是连派遣的演算法的参数都是大家一起协商出来的一种合作形态哦，希望这样子有比较落地一点。哦、oh, ，OK， 谢谢。好，那我想这个针对哈唐政委这个提一个真的是一个未来可能我们临床心理的一个新的甚至一个新的社会企业新的创新模式哈。吴晓在我们现场还有没有就说现在针对这个你想要再追加因为过去我想也我们有一些会员也有在思考这样类似的问题，有没有人是不是要再继续再问这个相关的问题，有没有举手的？好，那好，那谢谢那个政委提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那个创新哈，临床心理的创新服务方式哈。那谢谢，我们可能未来可以这个。一个小组来继续这方面的再讨论下去哈。好，那我们就是不是在下一个看大家关注的这个 Slido 这边提到的一个关注的问题。有一个程序问题我先回答啊，就是我自己这边有留录影，那录影是我的脸跟这个 Slido， 那但是大家的声音如果有举手发言的话会录进去，那这个应该事先有跟主办单位说过，我会用创用 CC， 就是只是需要表彰姓名权但是没有什么财产权的限制的这个方式公开的放到 YouTube 上，那有大家的脸的部分大会应该有一份录影，那个的使用的著作权就不是我所能够干预的，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往下咯。有27位朋友们问说，科技发达哦，人手一机哦，那拍照跟录音哦变得容易隐藏哦，那打卡上传变成某种生活的仪式哦，那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各种社群媒体上面揭露或甚至上 hashtag，
标明自己正在哪里接受某种治疗。但是在相当注重隐私跟揭露的伦理的领域，那认为这样的变化会对双方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因应，或者应该怎么注意有哪些事项？那因为我之前精神分析，主要最长的那段时间是跟巴黎的 APF 的分析师哦。那我半年去一次巴黎，那回来之后当然就是透过线上的方法。那其实我在巴黎就是也当然也就是有一般的社交活动，交朋友啊，从事学术活动等等。他们当时还没有什么这个拍照 hashtag 打卡上传那么强的这种成瘾的这种习惯，但是就算是普通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说，哎，他在哪里做精神分析什么，这感觉就是跟聊天一样，聊天气一样，或者说我的健身教练怎么样，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可以说是好像至少在巴黎，不敢说全法国，我所接触到的那些人里面，好像没有什么 stigma。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说注重隐私跟揭露这个伦理的范围，对不对？因为我揭露的是 metadata 嘛，就是说我有在接受这个精神分析，一个礼拜分析几次，那是在下午还是在什么时候，我上次去的时候当时这个天气不错什么，我心情怎样，就是那个仍然不是在躺椅上发生的事情，那个是在躺椅外发生的事情。那所以如果只是说上 hashtag 标明自己在哪里接受某种治疗的话，我是蛮平常心的去看待，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的那个巴黎的 social norm 就是那样子。那现在你把这个搬到了线上，那也只不过是更多人在分享，就好像说今天上了健身房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在这一层，就是不涉及说在躺椅上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了，不代表什么官方意见，我个人认为是应该鼓励的。因为越鼓励就越没有 stigma， 越没有 stigma， 大家就越会在牙齿蛀光之前去看牙医，或者是养成好的刷牙的习惯，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才是真正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心理吧。这是一般性的回答。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问说因应或者是注意的事项哦。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人这样子揭露，我觉得同侪支持吧，可能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好比像说他本来有成瘾症状，那经过了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就康复了。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是非常好的，什么刚刚讲 IT 大使哦，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很棒，就是比大臣这个要来的对我的胃口。这样子还是很好的心理咨商跟治疗的大使，而且因为他自己有过这样子一段康复的经验，所以在对于跟他类似的状况的朋友，让他去寻求治疗上面，或者是寻求治疗之后去互助来做 maintenance 上面，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得住更多社区里面的人了。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大家时间都有限嘛，不是说真的按个键数位就变数十位啊。那所以我想进一步的去把同侪支持这样子的概念跟系统，透过大家越来越容易在就是公开的场合说，哎呦对啊，我本来有什么成瘾症，我后来好了，非常感谢那个治疗方法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其中某个贡献就是我有去翻译关于应该叫和焦虑一起冒险嘛，那个就是对于广泛性焦虑症的一个即时线上互动游戏，把心里的焦虑变成一匹红色的狼，然后狼跟这个主角的互动哦，非常的好玩。那玩完之后，它就会连到这个关于精神健康的一些资源，但是因为这个作者本身就是从广泛性焦虑症恢复的一个游戏作者，那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也把他整个康复的过程翻译出来，哎，就有很多年轻朋友直播玩这个游戏，然后顺便推广这个精神健康的重要性。那我觉得像这种都是非常好的，就是科学普及的一些工作。希望回答这个问题。OK， 好，谢谢郑伟哈。那我们先看他有没有现场要再深入同样这个问题再深入的。假如没有，那这边我插进来请教一下郑伟啊。刚郑伟提到说，
也许你是蛮正向看待这种现象。对、啊、如果说我们在线上我去分享，包括我分享我个人的接受心理治疗的这方面的一些甚至我相关的疾病或者我的心理困扰的自己的内容，也包括我接受心理治疗相关的经验。那刚刚政委正向的看待哈，那这个有可能反而会让这个大众更认识，好，那也许也就消除掉这个 stigma。那但是现在假如呢，另外一个现象哈，也就是说，像我在对看政委在分享您的经验的时候，那基本上政委都您有很高的对自己的一个反思，那您也可以去分享您对这个您反思之后你的自我的一些经验。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政委您也我们这样观察看起来你也蛮接纳的，也就是说你也蛮接纳自己的这些经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多有这些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些痛苦的很多人是在他可以觉察甚至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之后，可是下一步他很评价这个经验。那也许在网络上面我这个我分享了，可是后面我再看我可能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些经验，或者在线上有可能开始他现在来的就是说，如果是被霸凌、哦、我们就说是不别人不能接纳他的这些经验，甚至可以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对他的评价，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也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前提，似乎是要一个他能够接受这些他能够接受这些经验，所以后面包括别人或者是 有一些不同的对他的评价，他也可以就像政委您过去也听到哦，我就是我了解，但是我好像就听到、啊、就有人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声音这样子，那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您觉得呢？确实就是说我会分享的部分大概都是我已经进入了我们那边应该叫做修通过程嘛，就是 working through 的这个过程。那所以就是那个 insight 那个觉察先有，那分享再开始。那但您刚刚讲的比较是说、啊、好像一种强迫性成瘾性的分享，就是说那个修通根本还没有开始，但是他因为就是有打卡的习惯，那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说打了这个卡大家的反应，然后就遭到了比较像是霸凌或至少是歧视、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讲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太阳了，它是发生在就是觉察或洞见后跟洞见前的两个不同的太阳。所以我们现在移动来谈这个洞见前的太阳好了。洞见前的太阳，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它的 stigma 的程度。因为如果是大家都已经觉得这没什么 stigma 的地方，他的社群是这个情况，那就算有少数的人他会去 out 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这个反正没什么啊，就像这个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本来蛀牙，那他这个发炎了，然后整个脸肿起来，拔牙很痛，那但是最后哎也好了，那之类之类，那就算他是不经意的讲出来的，他根本还没有在那个修通过程什么之类，那但是因为就很多人有拔过智齿嘛，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会去说诶那些特别嘲笑他或霸凌他或怎么样子的人反而是那些人的不对，也就是说大家并不会变成袖手旁观或者加深霸凌的情况。但是我也理解到说就是每一个诊断他的就是社会接纳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快速在改变的。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接受过这个当时还是性别不安疾患嘛，对不对的诊断，也是两个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来开的。但是现在在新的 DSM 里面，这干脆就不是疾患了，我干脆没有病，对吧？那但是就是说这个过程嘛，就是我接受这个诊断，它可能2005的时候到现在2022的时候。
整个社会对于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现在当然是把它叫做跨，也跟今天 trans 这个一样的字，但是当时事实上有非常多 stigma 的这种字样。那所以我如果2005年当时我还没有这个 insight， 那确实就非常容易接受到网络霸凌。所以我刚刚在讲的比较是说，应该要加速在整个社会上面透过同侪支持，就是透过我会解释说这个我有一些焦虑不安，那完全是自发性的哦，跟这个性别焦虑本身是不同的，这个现在是DSM 的主流见解了嘛。那但在它是主流见解前，我就一直透过人际互动试着去营造这个见解。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社群里面那些可能社会支持比较没有我那么丰富的朋友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面，我们就造成这样子一种就是 rapport，对不对？就是互相能够相信彼此的那样一种环境。那他在这个安全空间里面，他可以去分享他在外面被霸凌的这个状况。等到这个安全空间慢慢越来越大，变成到整个社会的时候，那我们就 move on， 就去处理别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觉得，就算修通前他因为就是强迫性的分享等等，那我们要接触的方法仍然是透过同侪去营造安全空间，而且尽快的介绍他进入这样子的线上，反正隔着荧幕，真的是就是只要能够学会睡前关荧幕的话，大概就比较不会造成太大的physical伤害或不可挽回的伤害，这种安全空间，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那个郑维，您对营造那个友善的同侪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您有没有特别的经验，或者您觉得可以未来可以这一部分可以怎么样的去加强，甚至透过数位来加强？是。我想一个友善的支持空间最重要的事情，它就是关于那个空间的规则是由那个空间的成员来决定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参与一起设定规则的这样子的权限的话，那就算再好的规则在一开始设定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跟上刚刚讲到的，就是外部的那个社会常规那个 norm 开始慢慢改变的这个情况。所以Eleanor Ostrom 这个非常早就已经总结出就是八个这样子的共有空间、共创空间的原则。那里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常常最强调的就是第二个原则，就是在地性原则，以及第三个参与式规则制定原则。那但是所有其他的也都非常的重要，包含更大的那个网络，整体的学术界的网络去支持这里面的这样子一个社会实践等等。那这个就是第八个原则等等。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背那个Ostrom 的那个八大原则了，但是我想每一个都是蛮重要，而我特别会强调第二跟第三个。OK， 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再进展到下一个？好，这个下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好，这个其实是刚刚的那个问题稍微扩充一点点嘛，问说各种科技跟数位的发展，那我们知道科技，科学的应用是技术嘛，技术的应用是数位，所以是就是一个 progression 这样子的发展啊。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子，会如何影响医疗跟临床心理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工作生态哦，甚至是工作模式啊？当然我们在就是移动通讯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真的已经做到我们说见面三分情，而视讯也差不多三分情的这个情况了。现在是因为我们见面要用口罩，所以倒扣一分情，见面反而变成只有两分情。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 comfortable 的反而变成视讯的演讲。我前两天分别去好像大甲高中吧，跟另外一个高中北大高级中学演讲。那但是虽然我们指挥中心在中央说我不用戴口罩，但是校园里面或地方政府他都加严，所以就必须要戴口罩。那我就戴口罩连续讲了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感觉真的不好，真的是就是倒扣一分情的感觉。因为我会很常运用micro expression， 那但是如果我的 micro expression 就是扣掉一大堆，然后只剩手势，我发现手势很难完整的传达我 micro expression 本来要传达的那个意思哦。所以
对，那但是这样子的状态，当然，我们在心理的现场，我们要的可能不是只有三分情，对不对？我们如果是我习惯的那种做法的话，我们要移情哦，可能要到十一分哦，对不对？要完全就是进入一个就是在共享 horizon 的那个状态。那线上真的很难达到那个状态。我在整个视讯的过程里面。因为我是半年校准一次嘛，我就发现说我最后能够达到那个状态的就不是跟治疗师，而是跟在我的平板电脑上面的那个治疗师的影像，可以达到就是transference 的那种状态，但是跟就是古典的书上写的都不一样。那到最后变成是我内化一个荧幕在脑在心里面看着自己的行为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的那个过程是相当相当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理论的资源必须要跟上了，我觉得本来很多就是在现场情境的，他可能要重新去检视说到底有几个所谓无畏主题，到底是几个主题这样子的情况。那另外就是说让大家除了省力之外，这些技术当然很省力之外，安心的刚刚特别讲到隐私的强化，那或者是资通的安全这个部分，这个也要加强。那等到这两个都到位之后，我觉得是很乐观的，因为像最近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低轨卫星通讯，可以在第一环境或者是平常的通讯建设都没了，只剩太阳能板跟储电池的情况，都还是可以去做到及时的通讯哦。那这个算是大家开始体会到这个移动科技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就算是在医疗资源最不丰富、移动成本最高，而像小旅行这样子的东西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接送问题的这些地方啊，或像长照情境它很难移动的这些情况，那我觉得本来很难达到的这些地方，都可以透过刚刚讲到的对于 norm 的这个改变，包含理论上面的对 norm 的接纳，那跟对于技术上面的自动安全跟隐私强化技术的加强，那也可以带到带不到的地方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要追加这个问题的，要直接这个开麦克风跟摄影机跟政委互动的有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就再进到那个下一个这个比较高关注的问题。好，会建议临床心理师们在科技领域哦，应该强化哪方面的知能哦？我这个分成就是就 resilience 就是韧性方面的哦，跟民主就是 democracy 啊方面的。那这两个刚好也是我们接下来我在筹备社会发展部的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哦。那 resilience 是这样，就是说好比像说像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大家都提到应变哦。那其实 resilience 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应变有充足的资源跟信心，以至于不只是特定的你本来可以预见的情况，你有一套 SOP， 你对于不能预见的情况，你也有一种心理的余裕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们突然之间这个网络断掉了，没关系，切换到手机分享，我们操作过很多次了，突然之间我们荧幕分享坏掉了啊，那没关系，我把我的镜头透过 OBS 的这个虚拟镜头也可以来分享我的简报，又或者是说突然之间收音有问题啊，或等等等等。这些部分，那我每个都有两三种别的我已经试过而且手边立刻就有的这些解决方案。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你会在一个游刃有余的情况，那你的个案也会感觉到说，哎，这个治疗师他 comfortable with 这个环境，就像是我们布置我们的咨商室一样嘛，就是走进这个咨商室的时候会有一种，哎，这个主人跟他的地方是一致的的这样子一种感觉，一种这个 congruence。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在数位的部分，
对于他的运作一直都有备案，在心里有一个余裕，也可以让人比较有自信的展现出一种，哎，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有备案的这样子一种，就是这是我的地盘的这样子一种感觉哦。那这种感觉就是透过不断的演练来达到的。那这个真的也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或者是非常多的投资，你只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环境里面相处。那大家可能约一些 practice。或者督导的什么 session， 专门就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慢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些工具其实没什么。那有时候没什么的感觉，我觉得接下来才能够透过这个来营造，让大家都舒服的这样子一种气氛哦，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就关于谁的决定谁就要参与的部分，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运用的这些科技，我们越多是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子来调参数的，那它对于我们就越 assistive， 就是辅助式的科技。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这个辅具哦，就是眼镜哦，我不戴的话大家都看不太清楚，这个就立刻倒扣一分钱哦。对，那但是这个眼镜它是 assistive， 因为第一个我蛮知道它的运作原理，而且它也不会突然跳出广告十秒钟才关得掉，所以它是跟我的最佳利益一致。那但是如果坏掉了或怎么样，首先我会有备份的眼镜，但是我也可以拿到巷口就自己修哦，或者是找我认识的人修。那意思是说我不用签个 NDA，我不用学十年的城市设计或眼镜修理，我也不需要去做任何这种好像要付300万授权费的事情。那所以当我们挑的技术都是这种 assistive technology，如果之后导入 AI 辅助的技术，也确保它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判断的方法就是它运作的时候是以我跟个案的最佳利益为利益，而不是任何别的，包含广告商，以及当它坏掉或不是坏掉而是有 bias 跟我们的用法不同的时候，我很容易找到旁边的支持社群，在不是本来的那个发明人或创作团队的允许下，我就可以很容易去改做调教它到我自己的需求。只要它满足这两个条件，对我来讲就是这个科技它真正 democratize， 就是民主化，越靠近实际需求的人越能够去掌握这个科技的进程。那这就不是像现在英文 democratize 已经变成很便宜买得到也可以叫 democratize 了，还好中文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参与这个科技民主化的过程，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那大家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嘛，好比像说参与编辑维基百科，参与编辑开放截图等等的这些经验，那慢慢扩充这些经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OK， 好，那所以刚刚那个郑伟您在提到，也就是说目前是在您在筹备这个未来数这个我们的数位发展部，也是这两个很重要的是算是价值，对。是 co-value 嘛，你在做这个 OK， 好，那我们好像后面也有一些关于数位发展部的一些问题，或者等一下，或者看等到都可以啊，都可以啊，没问题，都可以。因为就是在数位发展部，我们看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哈，在提到这个相关的，也就是除了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怎么样这个数位转型数位的创新，好，那刚刚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也提到一些怎么样未来可能利用数位创新，好，那我们的临床心理有一些很新的服务的模式。那我们想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数位时代其实在应用这些科技的时候，特别对我们的儿童或青少年，那也特别有产生了一些这个比较因为不当的使用哈，当我们当然我们很理想了哈，我们就希望就是说包括一些 co-value， 那还有整个网络的环境哈，有那友善的环境，但是以目前的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是产生的哈，也包括一些新的心理疾患哦，就刚刚是说强迫分享。我们现在是说这个沉迷或者成瘾哈，那一个包括网络社群的成瘾，那么游戏的成瘾哈，那这过程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在青少年哈这边高发，那可能很多
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现实很多的问题，包括可能政委过去您也有经历到的哈，就包括很比如说霸凌的问题啊，那包括在学业上很多的不适应，那个排行不断的在这个非常低标的排行，底标的排行，这个让他整个自尊的丧失，所以他寻求在网络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寻求他的自尊，包括可能追求网络的不断的赞，或者追求游戏的天梯的排行，那这个也让网络这边的可进性哈，也让我们青少年很快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他逃避到这个网络世界，利用网络里面的很多的活动，那么来处理他现实这边的问题，但是不是真的处理，他可能是一个逃避，那用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方式先处理，但是后来天梯还是有可能是爬不上去，还是有会输给别人，那赞呢也有可能不断的比较，还有人 比我赞更多，也有可能是这个也有可能我变成这个非常的焦虑，一直在我有没有更多的赞，然后或者我比别人去做一个这个跟全世界的网红去做比较，这些种种的青少年在网络社群的更多的焦虑忧郁，对于这样的现象哈，我们在提到说在数位发展部未来的成立的规划里面，因为它有没有比较有可能是可以跨部会的，变成是可以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较科技使用的其他的人文面、心理面、社会面这位相关的议题。嗯，对，这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在数位发展部的这个政策形成的这个过程里面，大部分确实是郭耀煌老师的贡献哦。那他的贡献里面，我觉得蛮重要一个就是跟立法院讨论出来，就是不是只有产业的发展，也包含比较全面向的这个社会的发展。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产业发展的部分就变成专门有一个数位发展部产业发展署，所以可以说是数位部里面本来发展在产业上的部分，未来大概就是产业署来担任这方面的角色。那但是在部里面的很多司，那就因为署把产业的角色都分担掉了，我们司就必须要去专注在这个社发的这个工作上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不同的，这个跟很多国家它的就是 digitalization 数位化部是完全就直接跟商贸部放在一起，或者是跟投资部放在一起，或者是跟经产省放在一起等等，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有就是经济部那边的发展，我们也有可能卫福部社家署啊等等的那一方面的发展，这个是特别平衡的。那但是我是 due credit 啊，这是郭老师的贡献。那我会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部本部而不是署里面，我们主要是做社会发展，那社发的关键是什么？那就是刚才所提出来的，就是增强所有人的韧性，那跟让所有的公益性质的这些活动都更民主化，也就是大家更容易参与，更容易互相给出交代。所以确实我们现在有提出数据公益哦，这不也不是我们发明的了，这个欧盟现在也用了同一个词 data altruism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数据公益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不管我是个人，我愿意我的个人的资料在被处理到只有统计性质而绝对不可能危及到我的情况，就是不是去识别化，而是就是统计完全匿名的情况，但是我愿意捐献出来去做这方面的处理，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它本来就有做一些资料的搜集，我愿意配合用格式化的方法去让像刚刚讲到在偏乡要做移动服务的演算法更容易的去把这些偏乡实际的需求纳入这个演算法的参数里面，这个无设个资，但它总得用相同的格式捐出来吧。所以这两个活动，那如果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援，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就会出现很多就是数据公益的一些好像类似合作组织
会开始出现。在台湾大家比较有名的就是在小学自己量 PM2.5 的空气品质的空气盒子，那再加在一起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污染移动非移动污染源的包含监测防治采法等等的这样子一个网络，而且它也把我们的整个就是政治这个诱因改变了，所以在工业区的很多人就说，那我愿意空气盒子装到我的路灯上来，因为我想要证明我不是在地的移动污染源等等。但是如果没有民间的这个数据公益的话，很难想象说这个产创会那么容易自动，通常都是社创带动产创的这样子一些行为。所以 我会觉得说这部分我们并不是取代NPO 的角色，我们也不是来越位说这个我跳过心理师或者社家属或者是合团师或者是等等的朋友，相反我是仍然是公仆的公仆的这个概念呢。因为社会发展部英文叫做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简称 MODA， 所以我们自己都说是我们是这个小写的这个马达哦，小马达。那所以就是马达是什么？它就是把电能转换成动能嘛，所以我们不是自己去驱动，而是我们去 empower 这些可能需要数据公益的这些支持的朋友。那在既有的那个方向盘，不是马达，不是方向盘，在既有的像刚刚讲到远距心理咨商等等的社家属或者是医师司等等已经有的这些前台上面，我们在后面去确保说它能够更周延的而且更低成本的就考虑到实际上面第一线的需求。那这个我们在简讯实联、在口罩地图、在疫苗供需的平台等等上面，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数据公益的价值了。那我们会未来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嗯 ，OK， 谢谢郑伟，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未来有可能，如果这样跨部位，比如像我刚刚提到的问题，现在好像我们知道新口司也有在关注，那可能呢社家属一部分，因为儿少的部分啊、哦、那家庭的部分，然后再来教育部也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关注，因为嘛儿少，但是现在好像缺乏一个跨部会，比较如果能够有一个跨部会共同来关注，而且还结合了就是有这个很多是可能也跟经济部相关的哈，一些因为这会牵扯到经济部的一些厂商的一些他们的包括产业的一些带来的一些影响的问题。那我们很期待未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更跨部会的共同关注这些议题的一个规划。OK， 好，谢谢。嗯。那这个哎，我还是要提，因为那个我们然后这个在这个唐凤政委您这个相当的人文关怀，您的这个而且您的利他哈、您刚提到的那个利他的、对利他的重视，这个价值的推广，我们一直是相当的这个认同啦，就是说而且也非常期待您在这方面能够可能对一些我们国家的政策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贡献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就是剩三分钟，那我们是不是最后看看还有没有一个是要现场跟这个政委互动的，有没有要举手现场有没有？有，好，有一个 SH 陈是陈老师是吧 ？OK， 好，那个陈淑慧陈老师。好，我就先生快速请教一下啊，因为非常谢谢那个政委刚刚谈的很多东西，我也特别喜欢后面提到的那些 altruistic 的一个态度跟观点哦。那我想跳开一个问题，就想问说，因为科技是必然要往前走、那人性好像有共性，那我想问一下说，在这个时间点，我不知道您对于一个科技跟人性之间的好像不该是对立，就科技跟人性科技跟人性之间要怎么去考量，那有没有什么启发的点可以让我们临床心理师或我们的社会能够比较结合出这些概念，谢谢。这非常好的问题。
就感觉要讲三小时的研讨会哦，那我们剩三分钟。好，那我想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回答，就是说我的想法就是说，工具科技工具应该要服务于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任由工具来决定我们的价值。那这个是就是所谓人文主义传统大概都是这样子想的。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说，一方面有像我把它叫威权式的智能啊，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这种 AI 的技术，它主张说我们不需要追求公义，而是说这个最近网络上有一句话说我们用让社会一起控制疫情啊，但是有些地方用疫情控制社会，所以就是用疫情控制社会的那一些 jurisdiction， 它就会有一个倾向，就是每个人对资料都越来越没有控制权，然后他要过分集中到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方向盘只握在一个人手上嘛。那这个是一个威胁。那另外一个威胁是反过来的，就是说觉得所有现有的 institution 都不值得相信，那所以呢像比特币的发明人他就是这样的人或一组人，那他认为说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值得相信，所以我要 disrupt， 我要扰乱他们，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个人对个人不管在地球哪里，我可以去运用非常多的发电量什么的资源去确保说我跟另外一个人中间的信任是安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想要信任任何现有的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这些 norm 很多是为了公益啊，金融普惠啊，这个防诈骗啊，所有这些我们把那些 norm 都推翻掉好了，这是彻底的个人主义的哦。那所以就是说彻底的集体主义跟彻底的个人主义都是我们说的这个democratic resilience 民主韧性的这个 vision的一个挑战。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大概就是去看到他们的这些用词，不要使用这些用词，而且自己去创造出一套可行的系统，然后让整个民主阵营吧都看到说这样子用社会的价值来运用科技是比较好的。那我的 job description， 我的就是在纽西兰2016年写的我的工作的范围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快速的念一下我作为 Digital Minister 的 job description 来跟大家分享。Goes like this.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You know, plural 在中文是数位的意思，但是也是多元的意思。今天谢谢大家。那个政委，那个刚刚有一点抱歉哦，因为早上我跟昆瓦老师，我们之前好像有一点时间搞错，以为说是10:15，刚刚重新接到通知，不是，是到10:30，棒啊，所以还有十分，太棒了，我们还有十分的想法 ，long sentence， 可以 elaborate， 对对，如果您这个问题还想要在就虽然银行已经刚尝试的在做了一个很好的conclusion 哈，但是还有15分，所以您可以还要那个聊一聊就是了。好啊，可以啊。其实也不瞒大家说，就是我现在就正在写一本书，那英文的了，那但是大纲有中文的翻译，那就是专门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但是不是现在不是在打书啊，因为书这个还因为筹备的关系，这个都是让另外一位共同作者在写啊，我现在没有什么 input， 但是应该是还是会写得出来的。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就是plurality, technology for collaborative diversity and democracy， 那中文叫数位啊，多元共创的民主科技。那这个书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觉得好像命中注定说科技跟民主，或像刚刚的提问是说科技跟人的共性
正在交战，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命定主义啊。那相反的，我们可以说，就好像我们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种你要么要牺牲人权跟经济，要么要牺牲健康的那种命定主义。我们没有 subscribe 这个命定主义嘛，所以我们就到现在一天也没有封城，但是大家的健康权至少比诸于国外了，应该是有维持住。所以就是说，不接受这个命定主义是这本书最基本的这种想法。那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分享台湾经验的这种成分，但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去区分说我们哪些部分是现在网际网络其实就可以提供的，哪些部分是现在网际网络还没有办法提供，我们必须要去找网际网络的当初的这些设计者当年没做完的部分，然后去做足够的我们叫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数位公共建设的这种投资。因为如果不做这样子的投资的话，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它是就是权力集中化跟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好比像说 Facebook 它本来也不是要变成一个数位集权的，但是它越来越发展的结果，因为这个资料集中的这个自然驱力，所以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平常生活是一个民主社会，但是你一旦上了 Facebook 就进入集权体制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它在早期都试过这种有意义的参与，但是因为它后来大量运用机器学习科技，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困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它最后的 profit motive 还是要赚钱嘛，对吧？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就要问说，那我们底层的这个作业系统，我们要把它叫什么？我们要做哪些作业系统？那现在是把它叫做就是人权，或者说自由，积极的自由，所以包含人格权、结社权、教育权、财产权。我们怎么样确保说我们都不需要透过垄断式的这个监控式的资本主义能够达到这些最基本的公共建设。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上面去发展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多元性、共创性，或者是我们对于民主治理特别重要的审议或者是协商，那这个才会变成上面的我们把它叫做应用程式，就人权自由这个是作业系统，我们在上面运行的数位民主这个是应用程式。所以如果简单的 elaborate 的话，你可以想象说，好比像说我们如果要进行一个市政会议的讨论，一个公听会，但是我们能用的基础建设只有 nightclub， 只有我们的夜总会，就是像 Facebook 这样的地方，非常的吵杂，你要大声吼叫才能够听得到。那大部分的饮料都是成瘾性的，那成年人也许可以就是处理到某个程度，但是小孩子的话呢，一下子就会陷入那个成瘾的状态里，那而且也不是真的很有机会结社自由，那个空间并不是你安排的，那你稍微试着安排一下的话，说不定保镖就请你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比较类似于娱乐性质夜总会夜生活的这种使用分区旁边，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盖一些公园，盖一些公共图书馆，这个去让大学在里面能够去营运一些像 PTT 那样子的，就是它有言论自由，政府也提供钱，但政府绝对不去插手管等等的这些一臂之遥的这些公共领域。那这个在台湾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在比较没有的那些 jurisdiction， 大家听到 social media 想到的都是 anti-social media，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也因为就是这种疫情，心灵的疫情了，在台湾的以外的其他国家更严重，所以他们就更愿意投资来做这件事情的改善。所以只要我们有比较好的方向，各国都有所投资，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共享这样子一个保护人权的基础的作业系统，跟在上面运行，大家最 care 的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进行多元的讨论跟协商，那我觉得这个才会变成比较积极的方向。那一位是说我们要课那家夜总会多少税啊等等，那当然这是一个方法，但是你那个税如果不拿来盖公园，拿来盖大学，拿来盖图书馆的话，那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以上算是一个基本的对这本书的介绍，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OK， 好，那个谢谢政委哈，那个后来我们这个有更多的您来就是诠释啊哈，而且也来这个来解释更多您的理念。那我想未来这个是一个我们就希望这个这样子哈，一个多元
那这个能够多元的讨论，然后一个民主的这样子的有一个民主这样可以让我们多元讨论的空间，而在这样的一些空间里面，其实就是说很重要的哈，您包括您很重视的那些利他的价值，好，那这些利他的价值跟共好这样子的一些价值，那在这样价值之下，我们很期待未来在这方面的一个数位的一个空间哈，跟数位的世界。OK， 好，我们那个是现在还有最后还有现在还有六分钟，还有六分钟。您看那个还那个政委还有很那个高关注的议题吗？这个还有时间回答高关注的议题。对啊，最后先问问大家有没有要举手发问的，我们还是最后先留准备给愿意给这个好这样有一个这样好，我们刚刚谢谢那个淑慧老师哈的一个提问，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再留给哈这个现场就是你那个的现场的提问。我说的现场还是线上的哈，好，是不是有一个朱哲成是吗？不是啊，那是举手把荧幕关掉的意思。那如果没有的话，我看那个聊天室里面倒是有个讯息哦，说这个说刚刚我念那段英文诗吧，我的 job description 很动人，那可不可以再为我们朗诵哦？因为不是酸民哦，可以直接朗诵，那好像也不错对吧，这个蛮人文的那我就朗诵一段我之前翻译过的一首诗，事实上也是一首歌了，那它是叫做 Come Healing 那是 Leonard Cohen， 它其实是有曲子的，不过我就不特别唱了，我用念的好了，那中文是我的翻译，不过我念英文那个政委您要唱我们也非常可以很欣赏，戴口罩唱歌是可以的因为对因为是数位嘛，没有传染的这个风险。 OK 好啊，那唱唱看好。Oh, gather up the brokenness and bring it to me now. The fragrance of those promises you never dare to vow. The splinters that you carry, the cross you left behind. Come healing of the body, come healing of the mind. And let the heavens hear it.The penitential hymn,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imb. Behold the gates of mercy in arbitrary space, and none of us deserving the cruelty or the grace. O solitude of longing.Where love have been confined, come healing of the body, come healing of the mind. Oh, see the darkness yielding, the torch, the light depart, come healing of the reason, come healing of the heart. Oh, trouble thus concealing, an undivided love.The heart beneath is teaching, the broken heart above. Oh, let the heavens falter, and let the earth proclaim, come healing of the altar, come healing of the name. Oh, longing of the branches to lift the little bud. Oh, longing of the arteries to purify.The blood, and let the heavens hear it, the penitential hymn,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imb, oh let the heavens hear it, the penitential hymn,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imb.
好，谢谢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麦克风。谢谢。好，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们今天很谢谢哈，很谢谢哈。也许大家也可以那个哈，就是那个这个很享受，今天真的很享受这个非常感性跟理性。好，今天真的充满了理性，这个感性跟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 moment。好，那么很谢谢那个唐政委今天让我们跟我们分享了更多在网际网络或者在数位应用的一些很重要的 value。好，那也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数位发展部未来的规划。也让我们有很多正向的憧憬跟期待，好，那么也带动了我们让我们对于未来我们临床心理服务怎么应用数位科技来做或者网际网络的平台，我们怎么样这个包括您所提到的一些很多这个 core value 哈，那大家共创、共同合作哈，这样子的一些来做一些利他的工作，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idea 哈，我们的很多会员，包括我个人，我们都有一些新的 idea 哈。那这个谢谢您带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多新的这个。一个启发性的一个新的观点哈，好，那我们很谢谢我们最后大家在一起哈，就是在线上鼓掌哈，谢谢我们那个唐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明天从头到尾都听歌就好了。那是我刚迟疑嘞，好痛哦。请各位留步，然后请大家开启你们的 camera， 那我们来拍个照。哎，我们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跟委员在一起哈，然后也刚刚听到很美妙的歌声，那我们真的很感谢政委，这样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来个拍个照？政委是不是走？政委还在吗？政委还在吗？不在。哇，我们真的是错失良机。那我们就还是可以大家一起合个照哈，那请大家开启你们的 camera， 然后有人拍照吗？有哈，好，那我们三二一就要笑眯眯哦。好，来，三、二、一，笑眯眯。OK， 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刚刚真的是谢谢唐凤政委哈带来精彩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到11:15为线上必报论文交流时间。那如果需要继续教育积分的与会者，请要记得签退哦。那有想要与会者至学会脸书粉丝专页进行必报的讨论与交流，那就到脸书专页去了哈。那另外，会员大会将于11:15开始，那届时请会员准时进入线上会议室，谢谢。谢谢大家。那个我秘书处这边也在呼吁，也拜托大家，等一下11:15，如果你是这个台灵星的会员，就麻烦大家可以移驾到这个
会员大会的会议室，因为我们也是需要有一定人数的出席这个会议才会成立。那如果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了解一下学会过去一年的运作，那如果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大家交流。那就请大家11:15的时候再到这个会员大会的会议连结，谢谢大家。这样可以，对，就休息到15嘛。好，休息到11:15。对对对。好 ，OK。氛围不见。他这边有贴在这个地方。再讲两句。这样你可以把你的头像关掉。好。